心事。 开阵，你会耗尽全部阳寿。以我血脉，拷问之剑，灵龟何处？引我相寻。
修炼数年，在面对天邪道时一样毫无还手之力。只要能变强，那些孤傲成果不要也罢。晚辈也这样想。你俩分别去斩一截枝干让老夫过目，届时老夫再来决定你们的去留。用剑砍枝干，这有什么难的？走。剑宗无论男女，一视同仁。你的准心不错，可是力道不足，判其断面，少说用了五剑吧。师兄明剑，正好五剑。这是你方才用剑斩下来的。师兄以为如何？断面齐整，这一剑干脆利落，论准头，论力道，都是万里挑一。剑雄以为如何？剑宗不能留你。不能留我？他刚才说万里挑一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一开始就说过了，想入剑宗必须忘却过往，否则灵法干扰刀法，二者皆不可得。不浪，你滥用灵力，偷机取巧，心念不正，剑宗怎可留你？还请自谋出路。说等你醒来之后，让我把这封信转交于你。阿言，恕我不辞而别。本想等你醒来再走的，可我怕那时我再也不舍离去。原以为纵使魔身，我也无惧。一样可以自在逍遥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与你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最自在的。但我因森罗失控，屡屡陷你于险境。若我无法护你一世长安，至少别让你因我离弦倒尾。我已寻得一法，待魔杖清除，定会回到你身边，永世不再分离。以此信与你作别，王安。你是否还会初心不复？走过你的白天，我的黑夜，在醒来之前，跟随前世的缘，穿越这流年，一路见相思的真，火火成蝶，落在你指尖，等前世写心愿，愿万生之若初见。生里寻不
相思。这是凤尾翎，是阿姐的酒。阿言，把手伸出来。以崇明血脉为引，凤尾翎可以熏到血红钗的气息。东方，血红钗在龙都。舅舅，我这就去龙都了。阿言，你要小心行事，切勿冒动。阿姐不在了，你一定不能出事。舅舅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舅舅，这是我娘留下来的。那个就是阿姐的后人，如果你能见到他，一定会很喜欢他吧。开门。姑娘请。走。龙主，晚辈南言见过龙主。有何高见？这世上有很多条路都可以选，没必要都是随波逐流，去背什么三字经、千字文。你这话我在什么地方听过呀？当年你个小姑娘伶牙俐齿地训了我一通，我还记得你啊。三年前啊，倪虹战而进入会谷，害他差点丢了命。罢了，这是他没本事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但是这一回，你带着魔修在我龙都打架生事，你还想求战而替你出头吗？龙主，他虽是魔修，如今却已改邪归正，正要拜入仇山泛海，洗心革面，还请龙主明察。改邪归正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打的是算盘。我问你，玉门客栈，战儿和魔头深罗混在一起，那里头有没有你？我战儿是个好孩子，但被你们这帮狐朋狗友带上歪路，害得他屡屡犯下大错。这盒灵石你拿走，但我就一个要求，从此不得跨入我龙都，更不得靠近我儿半步。龙主行事还真的如大哥所说，如此出人意料。